地下室。你不要怕，好让天后摸得去摸。今天上这个朱大哥的这个餐厅秀，餐厅秀，餐厅秀，歌厅秀，歌厅秀，歌厅秀，当然就是要与众不一样。我来这朱启那个变化变化，你不讲，起码我就俺个朱启林嘛，别再用点那么变化。就以前我觉得朱启林老些西瓜皮头啊，你不要怕。三耳就西，三耳就西瓜皮口。拢唔免相骗，我讲春节春酒，咱顺其自然，无唔通怨，有唔免变，是好是歹，大家看现现。人讲人生短短，是一场交战，我讲短短人生。无逐天少年，看人伫看，演咱伫演，拍着机会，爱好好表现。人生可比一场表演，学问真深。台顶一句戏文，台下三暝无困。人生可比一场表演，感谢大家把我乌烟，我会认真表演。将命运改变。人生短短是一场挑战，我讲短短人生无达工少年，看人伫看，演咱伫演，打着机会，爱好好表现。人可比一场表演，学问真深，道理真浅。台顶一句戏文，台下三暝无困。人生可比一场表演，感谢大家。大家发财哦，大家拢红堆哈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。命运改变。哎呀，什么康妈？哎呀，对不起，讲过要叫我姐姐。哎，姐姐，我们就像这个姐妹一样。不可能嘛，看你这个脸就知道跟干妈婆，怎么可能是姐姐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我跟你讲哦。我现在叫你姐姐，我想以后哈，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怀孕了。哎呦！我已经快要当妈妈了，所以我不想再做这个工作了。哎呦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在这里很好，客人都喜欢你呀。可是呢，现在
一个客人接完之后，妈妈桑又叫我再找一个，所以居然一直这样子。所以现在目前有三个人呢，一个是好阿根廷的，一个是阿拉伯的，一个是爱斯基摩人呢。我想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。对对对对，你说什么？哦，你有这个意思要找一个人结婚，可是那一天呢是来了很多人。对啊，到现在怀孕你都不晓得这里边的小孩是哪一个人的，你这里是联合国会议厅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我就是现在我很伤脑筋，我不晓得豆姐家是温好温温家老辈啊，所以我就做金丢啊哈啊，我就下好三张配哈，分别的寄给他们了。那现在就看哦，看谁先来哈，可能哦他就是我小孩的爸爸耶。这真是糊涂啊，到底是谁你都不知道？对啊，我妈妈怎样啊？猪猪。猪猪，哦，你我来了，你来了。你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康姐姐。哦，康姐，哎，是是是。哎呀，他娶的仔真的很大康呢。啊，人客就是爱我这大康。他就是阿根廷的，然后，哎，他的名字呢叫做伊达到天亮。耶，哎，什么什么什么名？伊达到天亮。哦，伊达到天亮，一棒到天光啊。你下配合我哦，我接到你的配，讲什么？你怀我们的孩子，哎呦，我真欢喜嘞，真欢喜嘞！我跳钢，跳钢来啊，跳钢来啊！我接飞机来啊，嘿，要送你红包蕉。嘿，这个专攻哦，干那这有四五类，到到做一类尔呢。哦，真简单呢。几大话者？哦，这几大者呀？太生啊，无价之宝啊！哦，安尼好。你我知影，你一定是阮囝的老爸的。当然是啦，安尼好，咱好好将这个囡仔甲生落啊。好，囝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好，咱去结婚。等一下，我是什么人来哟？有人啊。我看麦。哦。今麦是啥？这个也是你的。对啊，康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哈。哦。这个就是那个。阿拉伯人呢，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喜欢在后面。哦，你怎么你要看下嘞？喜欢在后面。那还没关系，我的哥哥更糟糕，喜欢搞后面。哦，那是我哥哥。哦，你是来？我是接到你的信，我就知道你肚子里面有我们爱的结晶。对，我就从阿拉伯骑骆驼来的。说什么？那个不是我的。不是啊，哎，那我要先看看你送我什么东西，我才能决定。你放心，小孩是谁的呢？我在阿拉伯是有钱人，他有没有送你什么？有啊，送我一个红宝。红宝是无价之宝。这个在我们阿拉伯是当石头在用。你看看我带来的东西。哦，他从那边拿了一个。哦，这是那个白砖啊，这个东西看不出来呢，镶钻的呢，总共是60克拉。哦，这个我们比较内行，这个哦虽然是无价之宝，我们不懂啦。妹妹，这个比较有价值的。好，看这个就知道，来。你没听过？你们小孩的爸爸一定是阿斯哥。那个真的是神秘人啊，康姐。哎呦，好冷哦！嗯，这个就是从爱斯基摩人来的。哦，你说的是绿给吗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，就是他了。爱什么？爱斯基摩人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叫沙来对的装出来，沙来对的装出来。哦，你是说我是不是？嗯，你。舅舅，我接到你的信，专程来的。真的？嘿，来的。你来的？我娶五六个太太嘞，跟他都没有孩子嘞。哦。我出来开一半的五斤那里，我就感觉很奇怪。我们那里有的是这个。你去哪里？这个做咩创啥？妹妹，这个什么东西？阿拉伯。喜欢在后面，哦，我不要你的，哦。妹，你等一下，一张纸怎么可以把钻石都不要？不是，这个是姐姐，你看是瑞士银行呢，200万美金呢、啊，哎呀，你是我小孩的爸爸，哎。
你不要来啊，我这个手没有办法动到你那里嘞。动哪里？你那里不要靠近来嘞，我这个很厚的。你故意摆在这边嘞？对啊，你故意过来，我就故意放在这里嘞。有没有回到嘞？啊？你干什么？你怎么那边呢？肚子痛要生了，你要干什么呢？你们干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欧北来，欧北来，像我看一下，她这个怀孕啊，也难怪了，难怪了。对了，对不起啊，你们三个，你们三个聊一聊，聊一聊啊。没声音了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哦。哎呀，大脑筋啊，生出来的等一下。哎呦，妹妹啊，奇怪嘞，你怀孕才三个多月，怎么就会有东西跑出来了？生什么会？生什么会？我看嘛呀？看看是到底什么？哎呦！哎呀，是你的小孩没有错，不是我的。哎呀，这个身材，不是的，我姓高，我不是姓娘的。哎，原来是娘啊！这个哎呦，也不像你。哎，奇怪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个三个都不像？这个是猫嘛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那就三个回去就太累了，那我就往床铺上一躺啊，一躺就突然就有一只猫，按你搞啊。换过呀，就安尼哦，我怎样？哎呀，咱三个客钱来开，结果当作咱的囝，啊，结果咱唔无，啊，这只猫有够厉害，听听过，你都有啊？你们三个太没有用了，一个晚上都不会怀孕，猫跳过就会中。我上。你这个行的那是牛跳过就生牛囝。哦，我也不可听到讲鸟跳过生鸟啊！囝，喂，我懂。你试看嘛？来，好，好啦。我这床铺也无得卖生啊！那打折啦，打对折啦，不要了。没有啦，我是你家的母啊，秀珠啊，我都要谈啦，我来这。别冲下去，我先打。过来。你这娘的笑就遐，我对遐个巧嘞。来本单程是要问婚姻的代志。嘿呐，看迄个翁哦，我想看卖哦，条件是安尼啦，比我加两岁安尼啦吼，啊体格比我较好啦吼，啊比我较有钱啦，啊都有哦，啊对我较好诶。吼，你要找这种条件是？嘿啊。安尼，贫道乎你一个建议，希望你也加入婚门出家做尼姑啊！太衰啊！安尼，我安尼找袂着哦。这件代志不是本小师傅来主办的，我请我的大师傅出面来替你拜解。嘿啦，我顶摆就是请伊帮忙，唔才有今仔日这个成绩。有请大师出团。今日今仔有何贵干呢？唔是，有何？那讲小心，这个师傅拢也无看对象，人查某囡仔人讲讲安尼，害人听一下呢，我要看你死。新女，喂，你的翁婿真歹找。我，远远找无，近远不见。我，要照天顶你爬袂起哩，爱落地护照办法通好找着。啊，我唔是计模型啦。好紧，你一定来找我低哥先，低哥先自由给你解决。拜托，师傅，拜托。低哥先。来。
几落哦。我今仔是要甲你跋筊面。哦。这就是八卦阴阳镜。哦。你爱过这个阴阳镜，下过阴阳镜。自然都翻翻，有大家在那看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行啊！你卖安尼，你安尼，你安尼连你嘛憋。这牙镜我来夹，我鼻子贵。这原本爱我先夹，你我多得你乌白来。正经爱哈。你无下过，无通去找着对方。哎呀，这个病啊！哎，滚掉去，滚掉去。不哈，安尼不哈，安尼不，安尼不准生。安尼啦，出。你用这边。哎，这边照袂到啊，你看无啊？用这边是要下过，下过以后要照片啊面啦。今仔设备无齐全啊。我你讲设备无齐全，是真好，好伫设备无齐全。来。傻屌诶！你快，你下过敢甲免诶？这个戏目真做无简单。竟然无穿内皮，白色的吼，粉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粉红色的。师傅，安那要替干？师傅啊，我来。王哦，莫给我叫名啦。真久无甲你见面咯。真久无看，太久。真久无炒饭咯。我较早都唔捌甲你炒。你是爱食你炒的炒饭啊？哈，安尼你知影吗？你的思念真实无？哈。我的声呢？你相信以前迄个人无？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因为我受你放散非常的痛苦。那严重，咱唔得一摆尔。一摆。你有承认到，我永永远远会记得我摸你的身躯，你的肉体，大腿改变啊，一粒细粒的红旗。哎喂啊，师傅，无唔对，一粒红旗阁真大粒。有啊无？敢那有啦。敢那有？没啦。有无变小姐两个小叔？在啊。你比三娃烫个快。朱大哥，你贵姓？我姓曹，周塞平。周塞平，你娘靠！我今日又在哪一边？我来周塞平，啊，今麦在对对一边。哎，今天上这个朱大哥的这个餐厅秀，餐厅秀，餐厅秀，歌厅秀，歌厅秀，歌厅秀，当然就是要与众不一样了。你我看你出来，你要错的咧。我是讲。诶，敢会美国嘅南坡来，结果唔是是台湾嘅南坡来啦，要错一个啦。诶，你字加较准诶，差差字差差真诶。你调你要来创啲，无啊？因为即卖即个咱咧主持节目爱变化嘛，啊变化。对啊，不过啊，照你讲，我即卖做主持人，我哪会赶快穿号码出来呢？对啊对啊，爱改变你嘅造型啊。改变我造型啊，我造型就你即个穿青衫诶，连袖衫诶，啊恁别来讲伊啊。啊！恁唱煞两块我闲的钱，闲的我来做休困。无啦，这主持人爱变化变化。你不讲，即摆做红的主持人嘛，袂使讲定拢无变化。像以前有一个主持人，阮老迄个西瓜皮头啊。你听下他。三号叫西，三号，三号叫西瓜皮口，第三号叫西瓜皮口。就是恁老爸含我讲话，唔敢安尼讲呢。你好大胆呢！无啦，我是安尼，比如讲这个歌坛上面嘛，对。大歌坛上面西瓜皮头的挂你啊？到底有？哦，我唔知啊。西坑啊，挂好无？你有介意无？这种情形，大家就欢喜啊！以上讲诶，以上讲我就是，因为你是这个主持界里面是大哥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诸葛亮无伫只主持啊，大家咧主持人都有迄落崩汤食啊。安尼嘛，唔免讲我着穿，大家足欢喜诶，免出来就好，那就互恁白死要创啊回来。啊，大家拢看新闻讲，啊，诸葛亮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，有没有过去啊？有没有过去？有没有过去哪里？一直去英国啊。哦，出国哦，我了解我没有过去哪里。无啦，我是讲个阴曹地府。袂安尼啦，大家都含我真好。你像张飞、点，因遐个挂人啊，大家含我真好，无可能。真的。我目睭看伊大汉的。哦，唔过因拢怨妒伫心内啊。袂啦，怨妒伫心内，好，伊也不当我面前啊，唔敢讲啊，对不对？
阿姨怨叹我讲，主角出去跟我拍麻将，伊毋是照常甲恁爸教。后来伊敢会讲对恁爸较好，讲啊到时时间到，无甲恁爸教，佫甲恁爸慢。啊，你也挂皮啊，对啥？无好。阿伯，你卖我白本哈。行啊。你看，好，咱隔壁人都头拢走到无半个，对不对？唔对，动作大家跳到足激烈，来制造效果嘛。制造效果无唔对，但是你爱讲讲我这咧做节目，希望听到的，唔望大家闪。嘿，哎，听无？啊，做头听到这声紧走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唔，哎啦，你卖个本啊，咧，等你，迄头前迄面店啊，我马上收无钱啊。你讲你讲，咱朱大哥话真的，听到听这款破，听这款这个哨子声呢。哦，拢在在啊，老在在。啊，你即卖连去人来讲啊，这可能啊。你看节目啊，忽然间有这种声，嗯，啊，人会讲啊，抄视频的，啊，你竟然来这条声，真正大堆来，啊，人个坐头那收袂住。华 A 啊，啊，你 A， 你要叫我甲人客讲你堵路，我冤枉你。嗯，啊，意思就正 A 就对，你不要讲他古锥这哦，虽然 A， 但是足古锥的。我都无感觉你古锥，无我是要叫你。啊，我是讲啥意思啊？啊，我是讲要抓你面啊。哎呦！这个查某食我无着的怨叹哦，我就是惊唔知咯，讲哎，我想啦，食你袂着怨叹，哦，你当作你做烟斗嘞咯哈。你今晚要甲我讲干面，你来讲干啦，无你来烫衫。嗯，你就免甲我讲，你就用讲的得，我都啥物人来讲嘛拢会通。无请我去烫。嗯。啊，苦我。太贵了，疼。好，伊弄个插我后壁脚筋来剁掉，你怎么还弄到一样？离婚照拄啊弄个，查某你咧讲就讲，你咧乌白起脚动手，你哎呦！来，徛过来。我无瘾，恁爸徛咱家，你都奇怪弄婚照拄啊？恁爸若去行过规只婚照，门无你踹到无半支。你今仔是要过来唔过来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啊是啊啦，我徛到边啊，你才要讲袂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来，小弟，我徛一边起来。我是叫啥嘞？那是浩哥呀。姐，大你底层跟他好啊、哦。一个七只牵一只狗，七九的，一只呢较早唔来就掉啊。你笑死啦你呀、啊！卖龟头甲咱收明白啦。你嘛是同款，包甲388的，家己无倒落。结果包385、386、387。388跳过，佮包300斤出来干嘛？你有去睇哦？你跟我做对的，啊腿宽啊，怎么？你有去睇哦？你跟我做对的。我像你讲讲迄种型的。啊，无唔对啦，咪点啊讲迄啦？啊，蛮讲啥物？讲啥物？哦，安怎？你做人，我看你会共弄迄恁爸，就真正会惊死啊！啥物惊死？唔免看啦，我袂带你做。无，我是要叫你啊！你唔好直来讲，我是讲你当作你做烟斗呢，你唔好想讲安怎呢？你今仔在念什么意思？你念什么意思？你念什么意思？念什么意思？含你如凊彩，你煞如随便。你今仔念对，恁爸甲你念对。没啊没啊，我挑工念对，安尼啦，行啦。来，陈麦，恁爸也无爱念对啦，迄念对，恁爸咧签到好彩会关掉啦。啊念对吼，公主较粗的也袂去念对肉，也去念对海绵啦。你真正是人袂歹，嗯，因为个性小改者，这个较像呀，真正是袂歹者，做伙朋友、嗯、对不对？个性稍微改一下，卖安尼。阿爷看到我都安尼，袂像敢那冤仇人咧。对对，啊，你都讲讲话唔是，看到我袂停落来，你阿叫阿妈，腿骨滑，腿肌骨大起，免看啦。恁爸袂甲你叫人阿婆，这边阿叫人阿婆，边阿叫亲。是安尼，边阿咧徛咧哈。我唔同讲安尼，哎呦，太过人。你真正讲真嘞？嗯，啊，我多啊，啊，伊就好起啊，我袂用读嘞。你在电台做节目，点到为止就好，你唔通安尼，人个腰尾出给这是黄花大闺女，对不对？你嘛留一挂红探听者。啊，你嘛是，人安要记得要改，安怎你嘛要想者。啊，我来知伊安尼啊，对不？啊，拜咱讲时阵，小可安尼代表者意思就好讲，啊，陈英姐这种个赛事较袂下，你唔通正经安尼。因为讲落来讲，你假笑嘞，你是春晚要甲进落去，当作舞台今晚就小金比赛啊！我讲你听，你这查某过程恁别看有啦，我讲实在啊！你小金艺术作歹，要我跟他输个比赛？哦，阿娘喂，这查某比赛，你有哪作怪人甲伊？来啦，加过来啦，免讲啊！啊无后尾就查甫甲你挽落，你无背。
等到金山，你才飞到那飞。啥飞嘞？啊，伊人较落啊，啊，不要压落去哦。你平常心讲啦，人哦、喔，属于这种的哦、喔，算保养了好。你的年纪照讲，会当算较顶硬的。嘿，三十几岁啊。三十几岁是安怎？但是你看伊皮肤感觉。就是袂歹，无人在嫌袂啦。哎，摸起来要软度、深度拢。哎，今次嘛是安怎？写出满字啊！真的。变软，变变软。这是讲我讲的夸张词。这唔那是安尼啊？你有看人的皮肤无？足侪查甫拢完全靠化妆品，这个化妆嘛，佮提掉了，卸妆了，完全变一个人。对对对，一个无同，你拄安尼佮笑无？中央中央袂去花的，我捌你访问到一个歌星哦，好，我化妆化遮厚的，我一个安尼甲安望一下，哇，规顶壳落来啦！哎呦，唔得咱两壳安尼啊！啊，咱做歹势，咱捡起，呸，拄啊甲倒落安尼就对。我即嘛是安怎啊？倒落用塞的都要啦。咩啊？伊这免化妆，我也讲是，人伊靠歌，你即个歌就伊咧唱。我知影你搁落去迄块歌，还搁较好听，因为伊嘴阔，啊，这长音嘛，好人听啊。嘿，观众咧听拢会安尼对，安尼当啊小哭冤家，你真正。我听你放屁。哦，怎样上放屁？就是安尼啦，你就一个放屁。谁那搁嘴阔？嘴阔人就安尼当头视角个，啊，嘴上人拢免当头视角。哎，你就行，啊，我叫我来斟啊。我叫我要斟你，我甘愿来输落来吧。哎哎哎。来，卖讲啊！来，你手安尼好条要创啥？我保护他，他可怜啊，这算爱，这是你两种作妖。他又脆弱又娇小，嘿，阿个很始终，这个作死忠，跟我四十多年呢，没有离我一步。他知道啊，你。离你一步你就翘起来了，对吧？啊，就是死忠啊！哎，啊落来，啊猪落来就猪出猪作啊！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再做再尖，我见是猪出猪作。唱歌好。听他过来啦，要讲话。王猪出猪作，跟我始终四十多年没有离开半步，这家伙哎你。他虽然很娇小，可是也会找地方休息。你他恁爸，你当作恁爸只猪啊，专门了睡觉又困了。啊！你是要去倒位？你当作我要做生意啊？是啊。生意唔做啊，生意唔做啊。你哪会不爱做？我要来去行政院，要来立法院，要来监察院。你要去啊？要门口抗议。吼、哦，我错一个，唔知叫伊要甲人选，阮选袂掉的啦。啊，你要共抗议安怎？抗议讲是安怎？爱国奖券无代无志，甲我停起来。爸爸。啊，那一定就爱卖爱国奖券呢。是啊，卖爱国奖券，才是爱国。啊，你干那暗迄落赶紧过过，啊，逐工穿安尼啊，担只晓啊啊。人想讲罔看有人要请我去做歌星，无讲。请啊，一粒偌济？这一粒十块啦。十块。这一百啦。免。爱甲伊讲规矩啊，免哈。规矩哦，啊，看伊安怎交关啦。一粒啦。十块。嗯啊。十块，莫甲我摕只。这你怎么见？啊，无你当作阮小妹哦。是的，是的。对啊。你卖槟榔哦？卖槟榔啦。哦，你这你怎么见？哎，早见唱歌啦，啊，
有人替我来倒买啦，啊，都爱国奖金停起来无多啊。无骗我，袂骗你啦。这你怎么讲？我亲的啦。哎呦，哎呀，五百，干嘛？五百，伊先甲伊讲规矩啊。会啊，五百会使啊，五百还佫一半尔。一半啊，甲简单讲。哦，好，安尼啦，人客安尼冰冷，你先收起来吼。五百就是爱有一条歌通爱听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恰恰恰。安尼娘，安尼娘，安尼娘，嘿啊，五百娘，嘿啊。啥物要啥秘书？啥秘书有啦？阮某伫后壁无咯。哎，安尼袂歹呢，五百块就有通好安尼吃吃听歌。哎，你啊，你我到尾一千啊，潘啊，到尾一千，一千啊，哦，吼吼吼！安尼安尼阿哥有安尼吼，安尼嘛是都爱该讲规矩啦哈。啊，先唱歌。两个嘿，安尼开始哦吼。来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吃吃吃。哎，唔算呢。哎，有价值，有价值。哦，这赞，我要十块。十块，我一粒啦。哎，来。我要兼听歌歌的奖金。好，你十块要听歌兼要奖金。好，我奖金闹钱哦。啊，金金的啦，两兆迄落啦。小客，都大只狗啊，接细只狗呢。啊，我那是你讲啥的啊？我你讲什么客？小客意思就是我的囝啦，什么好你大只狗的后边来啊？所以你这话就可以可怜啦。小客就是人因这医生高尚为何做小客？啊，高尚人就讲家己的囝做狗。好啦好啦，再渐渐啦。那么接这只小客，哦。就是因为美国留学回来，也嘛我最近啊，家己感觉这个身体也无通较外好，啊想讲我也要退休啊，啊想讲将这个院长的职位喏，交予阮这只小客，啊希望恁以后大家好好啊合作，哦。欢迎少年院长，来来来，两起，你甲大家讲两句啊话。都冷气的哦，各位，各位同事大家好，很高兴从今天开始我能够跟各位一起共事，希望以后各位多多给我支持，谢谢少年院长，不必客气啦。啊，我甲你介绍一下吼，唔免你客气啊，我甲你讲，我来因吼叫做肥爷啦，人阮叫阿肥爷啦，人阮叫做阿巧，阿巧小姐，阿巧啦，肥小姐，那我要给你介绍，人我吼叫做哈基，哈基的基，哈基，阿基小姐，嘿啦，哈基妹的基啦。我叫阿伯呀、啊，阿伯呀、啊，你要叫阿伯呀、啊，哎呀啦，伯伊都行路拜拜就对了，叫阿伯呀、啊、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叫我叫高贵芬，这个叫高贵芬呐、啊，内面这个上水的就对了，哈哈哈。较高啦，较高比较讲。啊，我自我介绍啦，吼、哦。我就是哦，做内面的副署长啦。算算到我华流科斗阵的啦。嘿啦嘿啦，我就华流科的啦。哦，我当下当这间病历史悠久啊，我敢那抬山啊不得了，敢那恁老爸我都甲抬五六摆啊。拜托的吼，啊你家己拢无介绍你什么名？啊未啦，啊我叫做姓杜啦，好的，叫做罗丽咪，敢那四少米啦，罗丽咪。来，我表演是杜丽布。
我哦，组长，你是安怎啦？了受过，哎，我撞着，撞着，我撞着，不是爱看，我撞着，撞着腰，撞着腰，哎呦，你就是安尼晃，安尼晃，免讲嘛，撞，呀，你来创啥会？你来创啥会？我撞着你，怎对遐好嘞呀？哈，你讲的啥物话啊？小弟哥，小弟哥，哎呦，小兵长啊，你看。咱这花柳科的小弟哥，我拄只要钓一刀绿布哦，你看吼，结果我闪着，闪着伊无把我砍起来，手讲当面安尼讲，安怎？太死了，你唔敢摸哦。表哥，表哥，哎呦，嘛少年一点嘛，这是我的表妹，哦，你的表小妹哦。啊！你叫伊啥？表哥。哈娘话有够粗鲁，恁爸唔捌看查某咧叫表哥，叫到我腰要岔出来啦！哎呦！你是爸爸？会丢咧，会丢咧，会丢吼！人只有做奶奶，咸会看死。看你个摇头啊嘞，看死！你表哥，你最讨厌的啦！人家去机场接你。从买了两朵鲜花，漂漂亮亮的，刚刚我回转电梯，小徒弟爱情照灯来呢。表妹，对不起，因为飞机提早一个多钟头到，那我跟爸爸先回来了。你够足厉害，我讲台语，你够会英国语安尼。我唔捌看生查某生过这尼歹安尼啦。那我讲还有个什么装啊？惊死人！迄好心人去学夹，别个唔知通走。这款电话后人报咧，我最在意。好，要避来。来，比胸看得好，胸看，来，比骗出来，骗出来，来来，你别看，你别看这个飞机了，这你有看无？它在健身呢，拖那个龙条，拖那个变鬼呢，啊，那边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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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恁表嫂袂得下家，啊！我看你伫美国也下真久啊，啊，穿个那很可怜啊，甲带去啦，看要创啥去甲创创个啦。阿爸，可是现在这个……我紧啦，迄个我紧啦，快抓出来！去啦，去甲创创。爸，喂，爸，歹势。喂，啊！恁爸有这款囝，恁爸家己嘛想无，这哪有成啊？喙齿标志型啊！表哥，少年你丢啊！少年，你丢啊！啊，你安尼是？恁爸今日无开啊？啊，你嘛无意思啊！你个，你用钱，你让我徛伫遮，你也无少嚼。用个器皿啊，我来撸。是啦，这个。唔止我看你用水煮，我来撸啊。好啦好啦，那唔当过大问题啊。规个气氛拢红起来，唔食。你来，我嘛去嘛去台边休困一下。嘿啦，台底还佫有还价工照顾者，我伫边休困。欢送院长，老院长，上老院长，上老院长。哦，穿红的，我是讲看到红灯的，我带一个啦。哎，卖过安尼闲啊啦，哈。嘿啊，今日来挂胶温个水。上老院长。只要轻轻留下一句，我想你。就在今夜，我要一直就在今夜依然想你，飞越心中难过，难免对你的冷漠。只要轻轻留下一句，我想你。就在今夜，我要一直就在今夜依然想你，飞越心中难过，难免对你的冷漠。只要轻轻留下一句。
正奔放的少女们，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，跟我一样爱用胶棉，虽然是薄薄的一片，可是它不但防水，而且还防弹哦。你看到我不会觉得很亲切吗？快叫一声妈。讨厌啦，这样子一点都不好玩。为什么不好玩？学人家有什么好玩的？对，我这歌坛我最喜欢学你嘛。为什么要学我？你最可爱啊。为什么？跟身高一样。对。今天不是诸葛亮玩你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怎么都没有出来啊？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 idea。啊？什么 idea？ 我们用钱来捉弄他。等一下，从那边过来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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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敢会钱四脚人两脚约袂着？你奇怪，恁爸也毋好看钱家己，敢会有两个连啊咧翘倒来走？这张钱有问题哦，无奈出外口佚佗，敢会让锁入金库啊关了足深啊，要出来透空气？钱。参详的，这边拄好咧欠命，你对我足宽我，我酒纸钱无囥过面，你随来我随甲你用出来。康二当时啊，就恁无阿囝，啊恁白拖一个啊。哎呀，你知影恁爸要对家来，我就知啊。你看我，你看到钱，你就上行啊。啊，调地用安尼，好算无？赞赞哦，好算，好算。来，你要算无？好，我来算，我来算。我来甲创点五色点甲康红。我们两个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们还去文殊宫拜拜过，发誓过。但咱朋友最近仔去开始，对不对？应该讲是敢若袂像亲像亲也同款哦。等于讲，那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咱大家拢难做伙，公家开公家，对对对对。最近啊，熬夜太多了，好好好，脚也会酸，会酸啊，头也会痛，好好好，怪怪。来紧啦，连工哦，咱来去看医生，你若是无够钱，不要紧，我替你出。这个放心啦，好朋友讲话就算数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不算数的人不能够在外面混。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啊，你开始先对一脚嘞。正脚。正位。奇怪啦，啊嘛是要做生意。无你是当时捌去有闹着是吧？啊，捌去有闹着呀。对啊，这个风湿可能是。我明天去检查一下。七少年，八少年的风湿。这无啥共款哦，奇怪，愈来愈痛嘞。无敢的是骨头内面生啥物物件？我再我脚运动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爱我甲你斗扭无？一摆就好啊，一摆就好。一摆就好啊，哟。动一动，感觉就舒服。哦。你脚底小蹬一下就好。可能要用跳的运动运动就好。用跳的。跳。好，哎。跳嘞，不简单，你脚伸过跳会这大汗呢。某种情况之下的会跳得起来。好好好。原来是你低搞我冲低害我跳起来，不要跳起来。结果恁两个底下叫摆出来，都哪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哦，也把酒抓累，睡觉了一天啊，你听无？你不较好嘞，我无摕着，我若摕着一半嘛，本你哦，本伊的脚底酸，哦，佫用跳的。
恁安尼有法通创治，哎呀，我一声就我退来啊。你有法通退？哎，蛮简单。你咧骗鬼，当你黄色电，当你鬼波林别都了解。十点我脚长的都提袂到，你脚长袂晓怎提？你若提去，我乎你甲你套标镜。有影无影？有影。恁大家拢有听着哈？您拢做证，您做证，互伊退伊个，我甲讨，我表镜。好，安尼也只哦。嘿，即卡，嘿，即卡搭，即卡安尼搭嘞，安尼嘿搭嘞。哦，安尼，啊，即摆只有酸，嘿，啊，稍微只加点哈。安尼啊，几千块块。你拢。简单啊，蓝心湄，我都会记得看你拢总带三个啊四个，又去的迄三个，然后哦，你是讲查某的舞蹈哟？系啊，哦，迄批即摆已经退伍啊，迄批是来伊家做兵民，不是啦，还在啦，只是今天我带的歌曲比较男孩子味，比较刚硬一点，你就只记得女孩子。你的歌刚扬，刚扬是肛门在扬是吧？不是，那个肛门，哥哥肛门没有扬啊。刚扬就是阳刚之气啊，就是比较男那种，他咋不换一种脸就掉了。所以就带男生嘛。我以为你的带完了，已经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的跟女人没有什么嘛，男的对。你不要笑啊！你不要笑，你的身体差一点，很快就坏掉了。啊！哎，怎么猪哥哥？那么射？是什么射？我哪里给你射到？没有啦。射到不是发射的射，是那个色情的射。色狼的色。对啊，我哪里有给你射？我射会射别人，我不会射你。为什么？我看你的穿着，刚才听你的声，啊，跟你的讲话，啊，跟你笑，噶，惊都惊死！这两位是这个蓝心湄这个最新招来的两位这个舞者。这个要学多久？他们这个要学多久？其实是很久以前我就排过，这是我自己排的舞蹈。刚才那个再跳一遍，那个欢王头前那个 keyboard 遐好落去。咚咚咚咚咚。伊安尼特别上钢琴要出来啊！来来，前前角都无同啊！这个蓝心湄的舞蹈，她为什么会跳起来跟一般人不一样？因为她跳舞那个样子，最主要眼神啊，就是一个舞者的眼神。会，所以她跳，她这样跳去，哎，她那个眼神啊，眼睛会引人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动作，那跳出来的这个样子，然后那个手拿起来这样，哎，就往上梳头那个感觉，嚯，那个就是不一样。嘿，吐唔掉，吐去鼻腔内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感觉你看，看到别样跳，然后就是讨好型的。你咧讲话敢听无安尼？他们不是台湾人啦。哦，不是台湾人哦。哎，你公主抱抱，你听哪会知？啊喏，可能霓虹人噶？不是。是你纽约。你看他像哪？你像哪里人嘛？很多人说他们像香港。香港。哎。哦，你系广东人啊？哎呦，还会讲广东话，朱哥哥。会啊。哎呦。广东啊，广东人呢凶。香港来的啊，我问你，你推推啊？大哥是台湾人啊。我还没讲完，我说他们是台湾的外省人啊。啊，台湾外省人，刚才是上面海边别个辣地，香港人你。所以我这个不是我讲你，我看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像倭寇，就是像那个，这是什么嘛？又是华侨一大堆的。我有人说他们像嘛，刚才后台就很多人在讲他们嘛。他们是这个造型很新潮，我是感觉真奇怪，你跟蓝心湄的讲话一样推推，我那听无那个意思，安尼你别当作外国，搁等到你这个小查某搁怎安尼。香港讲啊，讲得很好啊。啊，你爱加减一两句会晓讲啊。我四个人啊，心情不好，因为什么病？头痛。你四段要来做录音带？哦。
啊，要看看什么图？我介绍啊。哦，我来介绍，我来介绍。歹势，歹势，啊，你唔捌来阮这间未啦？来啊啦，以前拢是阮妈妈来做的啦。哦，恁老母来哦。嘿。恁老母叫啥物名？你管人，管伊去填书。啊，这样无？这文艺，文艺。文艺哦。嘿。不爱看。是谁？那不爱看？我以前交我男朋友啊，伫咧初恋的时阵哦，哈，我两个人都看文艺片啊，不爱看。即摆伊无伫我身躯边，我不爱看。哦，文艺算讲，算恁较早初恋的时阵，一定无趣味啊，就对啊。哦，啊无，看武侠，武侠。你看对面人讲再见，再见唔煞，连伊要阁破病要阁来。第二就是感觉，感觉袂用讲再见，啊唔煞要阁入去关。上重要就是殡仪馆，唔通讲再见，啊唔当殡仪馆再见，啊唔惊你死人。我嘛，我会知，啊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奇怪咧，啊就无啥人来安尼吼。老公，唔要紧，我今日传一个，我讲，我传到到天，哎呦，规间满满满，人客皆赞。你讲咩？你即摆要传要传啥个？我咧。后面吼传一个吼，啊拜一个土地公吼，将咱的生理用口，哇，厝边啊，大家全村拢破病拢来遮，你放心吧。唔捌撞到这老公，啊要传你拜拜，要拜土地公，吼啊要叫全村拢破病安尼，吼。李先，欢迎兄弟。安怎？做医生也有做医生？是查哪里啊？不是啦，啊是你变做啥？我做医生的。你爸也毋捌做医生去患者惊着的，啊看医生就大大方方行入来，啊毋是偷看的啊！你破病敢偷破？啊，你着毋知经营的？啊，咱农民呢？啊，着吼，着有一届啊。啊。啊，着想迄个啊，啊挡袂住我，我着祈祷呢。念外久嘞，念念诶，过去抢凉水，嘛同款。甲消化者，好去啊，善哉者。嘿啊，安都好啊。唔啥物好哦，随钓钓。啊，真系变安尼啊。钓钓。啊？哎呦！哦，你一定是哦，上帝你，你生活啊，你发我啊，哎呦，
阿门哦，来边啊你。来来来，我看我看。嗯？不是啦，最近捌惊白素。哟，你无讲我白记啊？嘿，哦，超半年无去啊？哈？你半年无去白素？哦，你无讲我无想到白素啦？吼、哦，你无怪啊！你今仔无来找我，你性命无去啊！这我哎呦，哇、哦，这条腰个哎，猪脸。我这是啥啦？主人，你来吃物件中毒内面，内面你后门无开。啊，是啥子后门无开啊？后门无开就是便秘。便秘？哦。吼、哦，你这真严重啊，真严重呢、啊。你这我甲你讲，刚才早来找我，无你时间到中毒啊，到几下肠啊，几下拢撕破。跟我破，来来来来，我甲你讲。顺行，顺行，顺行，好。你不要乱晒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医生啊！哎，医生啊，无我讲病人嘞。哎，坐，坐。哎呦，你，他医生啊？安怎呢？是啥物？我最近刚刚吼，拢无自在呢。无自在？嗯。是，倒位各种哩。行路也无自在，啊，徛咧也无自在，坐咧嘛无自在。啊，倒嘞会自在呗？倒嘞，安尼痒痒的。倒嘞真，问你敢袂咧笑啊？不是啦，啊为啥啦？哦，你生痔疮啊？啊是，你迄个粪口是内外拢有生？拢有啊。内外痔拢有啊！哇，无睇你个面安尼遮水啊你！都是安尼哦，查某人我毋捌看尻川咧大个吼。来啦，这内边外边查某囡仔人，这歹势讲唔听，这真简单吼。这伊用地黄，地黄小弟也做黄地，黄地内面啦，这会用讲，这是甲界龙阳玉边，也巴松柔的，啊个晒会好会打。我听无啦，你敢讲有效就好。哎，这种的吼，我甲你讲。真简单，你倒转的啊，炖半斤的猪肝，吼，也唔通放着葱啊，也唔通甲淋面素，吼，也你差不多食咧两摆，一包食两摆，一摆头食两摆，啊，两摆自然就会好，吼，内底自然会甲你缩紧的，啊，你莫讲讲，我有来看咧，没，我袂讲，查某囡仔生痔疮真少，干那你尔，啊，得钱。哎，哎，无走嘞，好，顺行哈。谢谢。啊，拍摄，拍摄哈。谢谢。哎，哎呦喂呀，哦。阿亮，老公啦。哎呦，老公，你啥子嘞？呀，摩登啦，摩登也没看。哈？摩登也没看。啊！你拄只拜拜安怎拜？哇！我拜，讲我规整，大家拢破病，拢来咱遮看伊破病。规整，啊！你咧拜神有讲，敢若咱两个无破无？啊！我着讲规整嘛。哎，哎呦！啊！你无拜，咱两个卖破。哎呦！啊！互你拜一个，啊！这讨着公平，这做面的啊，对啊。哎呦！你拜我，我等下。什么事？我等下为啥要坐车子？重要，我给你夹着，我给你动，我给我慢点。你什么货啊？哎呦，你摕黄地哦！哦吼，恁爸食了哦，无当然无病去，刷入去，互伊挂破去。你是要做你要对啦？我来找西医啦。喂，老公。啥话啦？你叫人看病，讲哦，就袂使去看西医，爱来看中医。啊，什么？你家己要去看西医哦？哪会对？这规整拢一定来看中医啦。啊。但是恁爸今仔日这无当然，无当然，无论如何一定得爱去看。西医啦，你捌无？红肚知道吗？红肚，我这个鼻是请问他哪里红？啊，这红肚就是讲伊的鼻梁都有高啊。哦，哎，戏呢一步一步的接，而且每部戏都是担任女主角，哎，男主角，男主角，而且这个每一部戏的女主角都换，真是不错。
觉得跟哪一个女主角演戏最过瘾？都很好，感觉都很好。啊，我的意思讲说，跟他们演这种，跟哪一个嘴烂呐烂呐？哎，就是烂没，就讲女主角比较烂。哪个比较烂呢？别安尼无，不是哪个比较烂？我有讲烂，讲个啥物话？那个啊，小金黑啊，啊看哪一个的这个长舌妇的这个技较长啊？其实这些剧情都是导演的安排啦。那我个人呢，我也不太喜欢拍这种戏啊。真的，东京，你做导演你拍一出，这种杂波情杂波这样。这个国外的电影里面也有很多这个男人跟男人这个也有啊。那这样子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四个卡尔来拍这个演导？对啊，你看到演导先看，哎，你看到演导，你管爸爸是讲，哎。姐妹们，这个不错耶！哎，我记得尴尬啊，你不能独吞啊！这，我还没有开始，感觉怎么样？要大家一起来、啊。我不能够告诉你们怎么好坏嘛，对不对？你在我们前面这样晃过去之后呢，我们四个当场看到帅哥就屌，要推出代表去问路这样啊！好，来，哦，哎呦，哎，哦。哦，靠腰，你原来爱加恁爸。平常时讲你都不要想诶，你怎么拍这种拍拍啊？这我这是闷骚型诶，这是算矮卡进诶。哎，但是你靠肉卡，然后吼肉卡，嘿嘿高干腰好，高干好高干腰。你讲这部诶，做拍片，做拍片，有这么一句话。起码咱相机看到先导诶，就是话。哎啦，哪有妹妹啊？好姐，哈、哦，姐，嗯，哎、啊，那个不错嘞。问路啦，答得顺的话，带到我们的阿帕多，顺过来把它轮掉。你进去，进进来哈，进进来。哎，现在你一个人在这边逛来逛去，你不会无聊吧？不会啊，我在这边等人呢。哎呦，等人呐、啊？对。那意思说，那这样子啊，我们陪你一下，你一定不会无聊的啦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有好几个姐妹啊，人都不错啊。哎呦，放心啦、啊，不会让你无聊的啦。姐妹们，来。这是你们的姐妹吗？这个是我们最小的哎妹妹。今年啊，你直接蒙谈的。你是卖骨先生的钱吗？现在，哎，这是干什么？不错嘞，张先生，我们看你的电视啊，老早就很欣赏你。不错啊，身材标准。你看什么？哎呦，靠腰本来也是赶快的啦，你不搞错嘞？哎呦，赶快的啦，靠腰啊，安尼都港姊妹啊呀！开玩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谁啊？我是你们的祖宗啊！要来走啊，走啊！妈，哎呦，这位前辈好大方，那我们只好把他裤子脱掉了。来啊，那你无聊的，我们四个姐妹啊，也很无聊了，来吧。不是，我现在要跳舞的。先去跳一样吧。高干部第一号 ，Michael。康宏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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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个我喜欢，这个腿很短。Now, ladies and gentlemen, number three, Mr. Pick, 诸葛亮。没有。哎呀。哎呦。Okay. Wow. Where? Wow. Where? Wow. Good.哥，你乃公维，乃公哇，维我就安暖，安暖，这个故意专程打扮这样，给你逼你知道， yes. 你为什么都找他们四位？你们也可以参加我啊，参加可以，但是你为什么
老早不直接来找我们？不是，他有跟我联络过，但是他的条件我没有接受。他说身高呢要超，不能超过165。我讲嘛是想等，伊讲爱甲卡固掉，阿得袂好啊。主要是因为腿太长的关系。嗯、最不够意思就是没有叫我。我们是最适合，而且你看看我这个姿势，你看，来，英光大姐，好哇！哎呦，哎呦！我们几位都是真正受过这个舞蹈训练的，真的。来，请你们四位舞蹈出来，哎，请他们出来，我们跟他较量一下，较量什么叫做舞蹈 ？Hello，Come on，Come on。哦哦，干嘛被掐扁啊？通通站好！没有看到，叫什么？我准备唱歌有事情啊！哎，这就是我 Michael 组的姿势，每一个人。你哪家是什么意思？我啊，我你你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有牙卖菇，伊无牙卖菇啊！哦，伊无牙卖菇，碰你家。啊，你安尼我啊，我无牙卖菇，我无牙这个，我另外牙白鸡啊。我这个舞蹈训练非常好，他们的个人动作怎么样？而且不是只有动作，动作算什么？我们根本不需要语言来代表。你不信？你看，我只要一个动作，他们就会听我的指挥。OK， 一二三，看不动，我的靠，什么一二三？你想打我，你敢被整笑？靠，你们动作演的被惊上来。不动，你们要不谈这个代价，就是慢慢动作，怎么不动？哦，我来。你看，根本不需要说什么，我们都不需要语言的。来 ，one two three， 看到没有？现在是 Michael Jackson 旁边有一只猩猩，就是这样子，完全用。哦、听到没有？这有什么了？伊这就是共姑哦，啊骨头丢嘞，嗯，安尼尔啦，还简单啦，还没关系啊。我想请问一下。你有没有学过芭蕾舞呢？芭蕾舞绝对没有问题。龙龙，我们来点音乐好吗？这就是垂死的天舞。OK， stop。我现在让你较量一下，算什么？来，什么叫做双人芭蕾？他妈，芭蕾啊！来 ，music。垂死的天鹅，有没有看到？喂，喂，喂，OK， 现在我没有看到，让你看看男女对跳芭蕾，来。一个鸡一个头，你是要来吊腿呢？你这样都对呀。这一首歌叫做《垂死的天鹅》，我们是天，我们是天鹅的交配，没有错。你别跑过来。还在比你讲啊，这都假啊，太可惜的，啊，拢袂乌白穿，啊，无你吊安尼起来。但是平常心讲啊，这脚底我足歹斗的。哎呀啦，恁今仔日回来，我大家真欢喜。欢迎啊！张南爸。啊。呀，你生日的，我做囝婿对不对？我无来甲你做生日，啊，这边来捧对啊。张南爸。啊。这祝贺你生日快乐！哎呀，等来就好，再搁添物件，你添到这，到这啥的啦？这哦，因为我知影你家一个无聊嘞，迄内面的物件也毋是食的，但是趣味的，互你老大人哦啊，闲闲啊，客客听我耍啊。这趣味哦，但我也毋是囡仔，你搁要搁互我耍的啊？我拍开哦。哈哈哈！还是阿娘找我，搁我找到的呢。阿娘哦，辛苦找到的。这是啥个啦？嗯，这边怎，这是边怎算啊？这你唔知啊？嗯，因为我伫个做店面吼，嗯，我拢总有家己学过。安尼哦，因为这一定爱分哦，爱分呐。啊分哦，吼，要无安尼，我先分哦，叫人爸你看一下。好好好。呀，你若闲闲哦，你若家一人无聊，听我起来分看卖啊。好好好。
你搬起，还搬两三分钟了。哎，变安尼啊！哇，这好，这好，这好。对啊。哦，你搁知影张张人爸的轻重咧啊？自从恁咧张人啊过身了，恁张人爸唔少拢家己一个困袂啥去。哎呀。啊，这有通陪我困，家己较袂无伴啦。干什么了？这个叫踢裆啊，踢裆啊！啊，怪怕人的嘛，这个样子。就是这个样啊，就是这个样，就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他是不是在打摆子啊？他是在疟疾是不是？啊？带哪个带？这是干嘛？来，好了，跑没跑没跑，气也干不完。他拿这个打身上都不会流血的，这样子啊？这是不是厉害啊？名字在这里。哦。这自己是赞的呢，你破了恁爹是小弱，恁爹怎么欠费你乌白来？换一个，换一个，这个刀更厉害呀！啊，哎呦，别蹲了啦！他们这样，蹲了啦，蹲了，不要紧的，别激动。哇，啊有！哎，真的都没有流血吗？看到没有？一只拢无流血。嘿，快去，快去！踢球！哎，这上面都是钉子哎！哎，这个钉子，这个都是真的钉子啊！对啊，因为，哎呀，你两个发着赞了啦！哎呀，哎呦，你两个同时都乌白来，有啦。这个多了，这个多了，换一个。刚才他说那个太小。鸡蛋边疆，换鸡蛋边疆。这九零啊，九零，这边。啊啊啊啊！他要干嘛？站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大师啊，我本来哈有五个男朋友啦，可是哦一夜之间全跑光了。哦，我听康先生讲哈，在你们这边啊，可以把他们全都求回来啦。看看这个事情太简单，想个简单，你放心好了。放心啦，我请阮这个猪哥先出来，你马上就当甲你解围。来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来。谢谢你。我先烧三支香啦，猪哥先来摆一下。来，这个就是低锅仙呐！来，你看，踢裆啊，踢裆啊！你还拿不到他，这个比较大，这个比较大了。你看这边，金刚不坏之身哦。来，过这边，来，要跪的，跪一下。天中众神大脱山，让我猪哥来徛单，本领全家免臭单，当场显现给你看。哦，哎，这样子哈，大神仙呐，我小女子啦哈，有五个男朋友啦，我本来给他们的时间呢分配的好好的，从早上开始啦，8点一个啦。12点一个啦，那
三点一个啦，七点一个啦，九点一个啦。哎呦，可是有一天呢、喔，哎呦，正在高兴的时候啦，叫唔到名啦，就通通跑掉啦，大戏大戏。哎呦，那叫大师，大仙啊，大仙、啊，大大仙呐、啊，什么大师嘞？真简单，杨姑信路，我这个那是出招所好哩，你爱收秘密，好好啊用，你唔茫讲破，人老猎先机，到时破会到底啊，我有罪啊！哦，你知无？懂吗？哦，哎，但是你那是好好啊把。啊，无你这查某茫贪你少年，一直放肆落去。也无，你问我来，你我来。啊！你这无情少年啊，查某囡仔较。啊！不，我坐边啊啦，坐边啊啦。因为我希望你坐一边，因为本仙虽然有能力解决人，我搞因为你这男朋友都。八九就迄条大仙的啦，拢细仙啦。哦，安那达，你的意思是干脆那五个不要了，要他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嘛是会使啦，讲起来蛮好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本仙呐，加菜，加菜哟，加菜加菜。哎呦。有当时啊，食一个醋嘛，不要紧啦。啊！你看，啊那个，大仙请，哦，大仙的呢？您爸做神以来，也唔捌你用痛苦，你爱好自为之，好好啊把握机会，五个中间选一个对你较好的，行好计行计计。无你连续继续去五个落去，啊，新女你真正你痛苦痛袂你啊！有事无无事，本仙要回家咯。来呀，上家啊，上家啊！哦，大长诶，我是无以为报啦，以身相许好不好？太长啊啦！快！哎哎，好。他各种鬼给我来了，恁爸动作神明都倒落来了。好，队长，嘿，哥先出来。哇，队长啊，啊，你是要演个当时啊？嘿啦，你下顿去打啦。好啦，队长，哎，我给你抓掉，别过去啦，过去，好啦，再转去啦，转去啦。快点啦！好，小查某。您别做东西以来，头一摆用痛苦了，这个。吴大哥你好，我夫人的儿子好，我夫人的医生的儿子你好，你好，曹希平，你好，你好，曹希平，你好，你好。唱歌没有，唱歌心情好了。哦，这一首歌太拼命唱了。对啊。那等一下啊，我本人去倒茶给你润润喉啊。吴大哥不好意思啊。为什么不好意思啊？你是长辈吗？我怎么好意思再帮你倒水？我自己下去喝。哦，你要自己下去喝。对啊。那你等一下怎样出来啊？没关系，你抱我上来。你喜欢我抱你上来？对呀、啊，要男人抱你啊？不是，你喜欢这种的、啊？那为什么要我抱你？没有，你报我的名字，然后啊，我上台。哦，意思是你要喝喝茶。对，等一下我抱你出场。哎，哦，好，一个歌星啊，一个红，一个唱，这是真正爱拼命，到伊的今仔日，请来这人真正的拼命的，给咱听，对不对？你要看笑甲哪喉烧声，那轮起到这个曹希平啊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谢谢。吴大哥你好，啊、我都要不要玻璃，你那也没出来。有啊，你刚刚说曹希平啊。对啊，我都要不要玻璃，你是要出来创位啦？我想你刚刚说曹希平啊，我就赶快跑出来。我在讲你啊，对啦，掌声欢迎。曹希平先生出场，谢谢，谢谢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朱大哥你好。
你这边的请人，啊，你对一边出来，来，再重来一次。好，我们欢迎曹希平先生出场。谢谢，大家好，朱大哥你好。我今天是安怎对待你，安尼你知唔知？我不晓得啊。你和你老爸住下住一个降级，卡车要降下。如果我对你无好，所以调你敢别住我降降。今晚恁囝来这个所在，换我甲用我降，我们装到你那好降。朱大哥也去过我家、啊，我去过你家，去过你们的医院呐、啊，被你爸爸打针呐、啊。就是台东是你爸爸是我私人的医生呐、啊，以后叫你爸爸说假的朱大哥去打针呐、啊，尽、嗯、量啊。那你。真的用小一点呐、啊，那你接着下来唱什么歌啊？绿色大地。绿色大地，嗯，怎么唱啊？一眼望过去，这样唱就错了。你眼睛是几个？我眼睛两个、啊，两个，那就这样啊。一眼望过去，一眼是在偷看人家洗澡，还用一眼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两眼看过去，你听起来很奇怪。我讲这样对了，对啊，不会害你呢。你那再改一首了，改一首，这首不好了。这个叫《热情的姑娘》。热情的太阳，热情的太阳。对啊，太阳已经很热了，热得吓死人了。还热情的太阳，热情，你要这样唱，热情太阳会晒死人，你要这样唱才对啊。好了好了，你决定看要唱哪一首了？哎，我决定唱这个《闽南语歌曲》。对啊，真笑。因为这个朱大哥的节目吼，大家拢知影，足侪人看的嘛。哦，人家爱听台湾歌，台语是讲了较袂好，嘿啦，也你来唱台湾歌。我看这地也无通教我好听，对嘛？听讲主持一个加油站的节目，对啦，闽南语的，哎、欸，加加油啊！那有时间讲你咧主持的节目，应该要请我，我才来。因为我甲恁老爸袂歹，好，以前我甲恁老爸已经我会欠一领。你这含我都会样唱啊？系。男士必须的抗拒。是人的。哎，恁爸若要唱歌，你拢敢袂动？我拢真正永远拢唱一句尔。伊的歌嘛是照你安尼唱，无可能卖二十几万张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歌就硬软贵。啊，我你唱。男士必须的抗拒。你比伊哥哥快一点。今天今。我是来咧看戏的，后家婆在耳，后家婆在耳。啊，恁妹侬听恁爹侬咧看人耳啊呢？因为即马吼，诶，拄啊唱的是讲负责帮伊，互你拖啊咧嘛。啊，即马吼，搁诶第三代唱片都无同款，歌名叫做啥？你知无？叫做现金价伫咧股市。哦，股票的代志。嘿啊，即马系拢爱对社会时代咧行。哦，顶迄个是负责帮互你拖。顶也是负责累累的。啊，即马即即代是。啊，尾啊，第二代是请你着保重，爱保。中才袂负债累累。你的天下骨来啊！也无得爱当舞台顶看才看会到，当这個电视上要看你就较难得看。系啊系啊，啊都足侪人吼，那我要做舞台节目，拢会要求讲一定爱唱日本歌啊，啊所以吼穿一个较功夫的啊。啊那一块唱袂煞呢，安尼红红甲要死啊！凭良心讲，目前以歌坛内面讲，这歌唱是应该，你想叶启田对无？叶启田伊这块歌爱拼才赢，内面的歌词好嘛？大家咧学啊紧，一木怪唱，啊你这含我都会样唱啊。男士必须的抗拒。是人的歌。恁爸若要唱歌，你拢敢袂动？我拢真正永远拢唱一句尔。伊的歌嘛是照你安尼唱，无可能卖二十几万张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歌就硬软贵。男士必须的抗拒。你比伊更加快一点。就是讲我的皮。应该拿我的小话声，对不对？今天今，我是来咧看戏的，后家婆在耳，后家婆在耳。啊，恁妹侬听恁爹侬看人耳啊呢？
笑啊，要用伊。啊，有影你讲歌词有道理啦，因为即卖哦，拄啊唱的是讲负责帮伊，互你拖安尼嘛。啊，即卖哦，佮第三代的唱片都无同款，歌名叫做啥，你知无？叫做现金价伫咧股市。哦，股票的代志。嘿啊，即卖系拢爱对社会时代咧行。哦，顶迄个是负责帮互你拖。顶也是负责累累的。啊，即卖即代。啊，尾啊，第二代是请你着保重，爱保重才袂负责累累啊。啊，即卖即代是现金价伫。在歌词，歌词。因目前咱吼，这中华民国的现象哦，真奇怪呢。我感觉有分做三等人安尼啦，吼。头一等人哦，就是炒地皮啦，哦，炒地皮，卖土地啦，吼，嘿，敢那费玉清一样，卖土地啊，趁钱安尼。啊，第二等人哦，就是安尼买股票。买股票。即马安尼挂单买股票的人嘛有够侪啊，几台湾安尼哦，安尼大家安尼足热的安尼啦，吼。啊，佮另外一种人吼，都是六合彩啊。你即马讲，你讲即句话，啊，看阮两个咧笑意思安怎？嗯，无啦，我是讲嘛有专门咧签六合彩的人安尼啊。最近我嘛开始炒土地，哦，但是我无爱炒一般迄款什么什么市内啊、闹区啊，无爱。我去帮阿伯，我炒帮阿伯的。为什么？我拢买山坪，卖人较贵的，买啊，一个干，因暗时拢迷茫，死人来咧找。啊，你就算讲让死人撞，所以我甲找较好的风水啊。到底要来干什么呢？你爸爸诸葛亮在外面签单，大家乐的签单签了一大堆，然后供不供的一塌糊涂。这我一点都不觉得。你这么早就了解你爸爸时常供孤啊？啊？没有，但是他平常都供孤啊，但是我不晓得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特殊，你会供到我家来要来找我爸爸？什么？我会供到你家来？是你爸爸供到我家去？你爸爸供孤了，钱都不付给我。真的、啊？哎，那我爸爸现在不在家啊，那不然你先回去好了，今天不卖酒。嗯、我是进得来，我没拿到钱，我就不会出去。那现在他人不在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人不在，那你就跟我走。我想你那么丑，我跟你走。请你不要用手来碰我的胸部。难啊！什么？不赢，难啊，真不赢。主哥，已经躲你躲了好几个月了，你偏偏来面前给我碰到，那你好像吃定我了。对啊，人家欠你已经不好意思碰见你，你应该看到我要闪开。今天不是诸葛亮访问你吗？欸、对呀、啊，怎么都没有出来啊？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 idea。啊？什么 idea？ 我们用钱来捉弄他，等一下从那边过来的。耶！奇怪，白丹舞台顶主持几十年，也毋捌主持到舞台顶有现金。搁一千个哦。敢会钱四脚人两脚约袂着？你奇怪，恁爸也毋捌看钱家己，敢会有两个连仔咧桥倒来走？这张钱有问题哦，无奈出外口佚佗，他们红锁入金库，啊关了足深啊，要出来透空气。钱，参详的，这边拄好咧欠命，你对我足亏我，我只有赚钱无藏假面，你随来我随甲你用出去。康二当时啊，就恁母阿囝，啊恁爸拖一个啊，哎呀，你知影恁爸要对家来，我都知啊，你看你看到钱，你就上行啊，你啊，调地用安尼，好算无？赞。
青梅，我都会记得看你拢总娶三个啊四个，又去的迄三个。只是今天我带的歌曲比较男孩子味，比较刚硬一点，你就只记得女孩子。青梅，你的歌刚硬，刚硬是肛门在扬是吧？哥，哎，什么猪哥哥？那么色？是什么色？我哪里跟你色到？他这样跳去，哎，他那个眼神啊，眼睛会引人。他们不是台湾人啦，哦，不是台湾人啊，广东人啊。哎呦，还会讲广东话，朱哥哥。会啊。哎呦，广东啊，广东人啊，香港来的啊。我是感觉真奇怪，你甲蓝心湄咧讲话，伊安推推，我咧听无迄个意思，安尼恁袂当作外国，佮当着你这个小查某，佮怎安尼？邀请跆拳道的江浩任教练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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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呀！这是不简单，是重金礼品才会当到这。现在每个人先蹲好。嗯。先蹲五分钟，罚蹲五分钟。好累。你们基本动作标准，教练才过来看的。教练，腿好帅哦。怎么样啊？教练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姿势有没有标准？有没有好好做？就是一直这个姿势都没有变过。罗碧玲同学先做做看。好。马步正拳攻击。各位学生们，江教练，站住。你看，馆主啊。啊。你这四个学生太不像话了。啊。你请我来教跆拳，他们怎么这样对我呢？怎么样？你看看我怎么样？真的被他摆平了、啊。你这个查某，你这个看看嘛，来学跆拳，你别来教，学茶饭的。来，即摆邀请跆拳道的江浩任教练来，拍好还。好帅呀、啊！这是不简单。是重金礼品才会当到这，哎呀，恁来好好接受人的教训，江教练，哈，万事拜托你，哈哈，是，哈哈，大家注意哦，哈。教练好，教练你好，好。教练今天要学什么？教练，自从奥运会中国女孩子拿了几面金牌之后，嗯，听说家家都把女孩子送来学跆拳，这样子啊？站好。站好，站好。教练，你流好多汗哦，你不要紧张，教练。站好。现在每个人先蹲好。嗯。先蹲五分钟，罚蹲五分钟。好累。你们基本动作标准，教练才过来看你。蹲好。嗯。再蹲不好的话，再延长五分钟啊。好累哦。先蹲好。教练，你要去哪？教练去上个洗手间，回来看你们姿势不标准。教练，我跟你去。教练，教练，再见了，教练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怎么办啊？我们要把它摆平耶！他长得那么壮，哇塞，那我们怎么把它摆平啊？三妹，三妹，你说，你会不会？撒娇，他不理我们呢。不是啊，你穿的衣服穿太多了啦，你也是啦，卫生衣也穿出来了，真是的。小妹，小妹，你鬼点子最多，你说啦。合伙把他揍一顿好了，这样也不太好。我再想想看。开始，大姐知道了，来来来，大姐告诉你们。好了啦，等一下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对付他，懂了没有？懂了啊，好，开动啊，动啊，动啊。教练腿好酸哦。怎么样啊？教练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姿势有没有标准？有没有好好做？就是一直这个姿势都没有变过，教练。现在再打一次给教练看看。好。罗碧玲同学先做做看。好。马步正拳攻击。
看安尼，安尼教练甲这学生拢无传。江后任江教练，各位学生们，江教练，教练，关注。你看，馆主啊，啊，你的四个学生太不像话了啊！你请我来教跆拳，他们怎么这样对我呢？怎么样？你看看我怎么样？真的，一个跆拳道馆，这上好谈。学跆拳几啊种好处，防身、身体各用。哎呦，这是创什么所在呀？哎，先讲啦，榻榻米，榻榻米，你知影无？瓦萨米嘞，啊，阮想要讲，互阮的体格搁较水的啦，敢唔办法嘞？我叫人表演互你看。啊！你是倒位来乌目送哦？乌目送，伊那伫路林在行，嘿，啊，那去，比如讲去撞到做路林的龙啊，啊，你若无法当应付，你就白白去用安怎的？啊！若生理方安怎，你也无可能报案。那公司有兼留电话给人。大家好，今麦头路真歹做，做什么行业拢袂赚钱。加在我头壳袂歹，到变长，即马落去做这個，你有看无？帝国跆拳道馆，这上好谈。学跆拳几啊种好处，防身、身体各用，别人袂甲咱欺负。哎呦，这是创什么所在呀？嘿，先讲啦，榻榻米，榻榻米，你知影无？瓦萨米嘞，这是跆拳柔道馆。哦，你这是学功夫的人才用个比，恁查某袂用个比。妹妹，这是道馆哦，啊，咱哦四个啊，拢嘛水查某囡仔啦，哈。啊，阮想要讲，互阮的体格搁较水个啦，敢唔办法嘞？哦，吼吼吼吼吼吼！我是大姐啦，二妹啦，三妹啦，四妹啦。哦，这拢姊妹啊。姊妹啊啦。恁姊妹啊，恁更加爱学跆拳道。无学无用诶！啊，学这有啥物好处咧？那是你的身躯啊，有功夫在的时阵，后边啊对你好处足多。我叫人表演互你看，内面诶出来。啥物款的表演啊？啊！你是倒位来乌目送哦？乌目送，你也看卖啊？哎哎哎！伊的体格你有看无？这种体格无简单咧，因为伊伫我遮学跆拳出身的，功夫足在。很多像我们这种人走在街上啊，等啊等个是等去厝的时阵啊，实在是真可怕，真可怕啦。所以哈，阮来学这款的啦，才袂好迄落色狼欺负啦，对不对？对。伊若伫路林在行，嘿，啊，若去比如讲去撞到做路林的狼啊，狼色狼，你知无？你讲啥？我听不懂。色狼，色狼。色狼啊！色狼嘿！像你这款的，就是色狼啦。我无可能，你无可能。我是做跆拳道的道馆的馆主的人，我袂用咧做色狼。啊，你知不知？啊，若假使去撞到迄种的，你就爱有法度能应付。啊，这够无？啊，你若无法度能应付，你就白白去用安怎的？啊，若生理用安怎，你也无可能报案。那公司有兼留电话给人。来，表演给你看卖。比如讲，这个查某。在路上在行，去撞到色狼出来，来开始。啊，这都有狼啊！阿婆伊就是猪哥啊，伊今仔日就是要甲安怎，也袂啊，当然伊会笑，啊就对伊好累啊，啊你知唔知？什么好处吧？什么好处真济啊？倒落去，你不知影个。
我倒下咧，我倒下咧，啊，老弟，你真看，你真看。你今日来本单情是要问婚姻的代志。嘿呐嘿呐，看迄个翁哦，我想看卖哦，条件是安尼啦，比我加两岁安尼啦哈，啊，体格比我较好啦哈，啊，比我较有钱呀，啊，够有哦，啊，对我较好诶。吼、哦，你要找这种条件是？嘿啊！安尼贫道，予你一个建议，希望你也加入婚门出家做尼姑啊！来找啊！安尼阿公，我安尼找袂着哦。这件代志毋是本小师傅来主办的，我请我的大师傅出面来替你拜解。嘿啦嘿啦，我顶摆就是请伊帮忙，毋才有今仔日这个成就。有请大师出大。啊！你啊，看我拢逐摆拢牙尖，啊恁爸人袂记得有一工人唔来，乌爸来信咯。什么人？我是白冰冰。哦，吼，你顶下来，关于你的歌业的代志，迄块唱片唱袂煞，毋是一定轰动全省啊。嘿啦，哎呦，我要红死啦！家己爱较谦虚的。嗯。今日今仔有何贵干呢？唔是，有何？那讲小心，讲这个师傅，侬也无看对象，人找囡仔人，人讲安尼，害人听一下呢，我要看你死。新女，嗯，喂喂，你的红腮真歹找。我。远远找无，近远不见。我。要照天顶，你爬袂起哩，爱落地护照，办法通去找着。啊，我唔是去计模型啦。赶紧，你一定来找我低哥先，低哥先自由甲你解决。哦，拜托拜托，师傅拜托。低哥先。来。哦。我爱归来哦。我今仔是要甲你跋筊面。哦。这就是八卦阴阳镜。哦。你爱过这个阴阳镜，下过阴阳镜。自然都翻翻，有翻到当然错。你啊，你心歹安尼，你安尼连你嘛逼。这牙镜我来夹好。我是贵。这原本爱我先夹，你我系多得你乌白来。真正爱哈。你无下贵，无办法通去找着对方。哎呀，这有病啊！来，滚掉去，滚掉去。无下，安尼无下，安尼无下，安尼无尊重。安尼啦，对，你用这边。啊，这边照袂到啊，你看无啊？用这边是要下过，下过啥物照护片啊？面啦。今仔设备无齐全啊。我讲设备无齐全是真好，好伫设备无齐全。来。炸掉诶！你快，你下过咁甲猛呢？你心路真正无简单。哈？竟然无穿内皮，八十个吼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粉红色的。